嗨，随意聊聊的朋友们，我是 Linda， 谢谢你们支持，我会继续做好影片。如果你们有任何问题可以发问我，我会尽快回答。日本的黄金周，日语、英语 Golden Week， 简写为 GW， 是指在四月底至五月初的多个节日组成的公众假期，也称为大型连休、黄金周间。黄金周这个名词为何至英语？是在1948年立法订定这几天连续假期后，由一些电影院开始使用的，如此令入场人数增加。当时4月29日是庆祝昭和天皇诞生的，至1989年去世为止。此后，该日被定为绿之日，以维持黄金周的连续假期。由2007年起，绿之日移至5月4日，而4月29日则定为昭和之日。因明仁于2019年4月30日退位，德仁亲王在隔日即位。日本参议院于2018年12月7日通过法案，将2019年当年的4月30日及5月2日定为休假日，5月1日定为祝日，使得2019年的黄金周从4月27日开始到5月6日为止，长达10天。下次日本见 Linda。